时间从来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停下步伐，生活只能在不断前行中寻找方向。我们选择了回到各自的轨道中，继续努力前行。幼稚地信守着承诺，假装洒脱，假装可以轻易地忘掉彼此，直到时间连我们自己都骗过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